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Philo 最新出嘅旗艦型耳機 A8000？ 佢嘅特點在於佢採用咗皮振膜。呢種金屬嘅優點係佢個堅硬啦，而輕身。咁喺聲音嘅角度上，佢就會令到失真更加低，而且個反應更加快，從而令音樂嘅還原度更高。咁佢聽落去整體音色咧係清晰通透，特別係高音嘅延伸好豐富，亦都富空氣感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落門試試聽啦～